内底吼，请咱呢过来看风卦到节卦吼。啊，所以呢这段呢叫做修益甲修德的阶段吼。啊，所以咱要啦，哎啦，低头到尾呢有法度从易经读甲足好，就是啊修好条的意思啦。啊，毋是咱读完就无安尼，上好迄阵读完，佫继续咧研究，所以较有法度讲今仔日来遮佮报告易经啦。迄阵啊放弃掉，嘛是当无去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叫修益。啊，修道咧，就讲伫哪，伫求道了，一直行行行到尾啊，盖棺定论啦，吼、哦，我都修好掉诶，这拢是修道的阶段。来，各位前年咧来看风卦，吼、哦，风卦其实伊是一支足好诶卦，毋过伊嘛有歹所在，吼、哦，所以风卦好就是算大啦，哦，啥物物件吼拢足济的对啦，叫做啥算大啦。哦，包括讲人去请人，普通人请二十几地尔，你请百外地、三百外地，有圣代无？吼、哦，做圣代，迄叫丰。吼、哦，啊嘛代表丰富。今仔去用请，放甲足丰富诶，丰卦。吼、哦，啊，毋过伊摆叫做好大喜功。吼、哦，安尼就无好啊啦吼。啊是五谷丰收，嘛是丰。嘿，所以讲到遮吼，你敢知影？互我摆去台南讲课，啊，加了讲高级班。啊，有一个曾老师啊，伊就讲讲师啊，迄天地动吼，我请一支歌呢，吼、哦，几年几月几日，伊随请出来呢，吼，我无请伊请呢，啊，我讲讲啥物歌，风歌第二爻，哦，啊，讲好唔好啊？各位听听，风歌第二爻敢好？风歌第二爻叫做日中见斗啦，咱也毋知影，你看迄本册。日中见斗吼，就是讲日时后看到星斗啦，各位前天就是天灾地变啦。所以吼，我听到伊讲安尼吼，真正惊惊咧。所以真正嘛，讲一个未来阁做者结束的，毋是即个地动尔尔，阁有咧。伊也当着即句话，就是安尼意思啦。你若看日时，他有可能看到星斗，就是一定日时比暗时啊，就是天灾地变的意思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做歹，然、哦、后所以请咱各位要注意一下哈。所以呢，你啊看，伊讲大卦的离明，建成离合东，东离西为天下多呀。吼、哦，所以你啊看，大卦的离卦，对面卦的正卦，就讲咱人会明理了，你自然就动会出来。咱人啊无明理，动袂出来。吼、哦，那是讲已经建成啊，做自然呢，你脚步倒当也打了中脉。啊！你捌偌济，你就会做偌济，即足自然的代志呢。所以做出来了，叫做动力社为天下道。吼、哦，咱动出来当中呢，要啥？要兴化天下的大道。吼、哦，明理动力的道理，那就讲啥？做生意啦、投资啊，拢就是爱明。吼、哦，先那明，你觉得明啊？我对这行有研究无？你也无研究，你茫千万去黑白投资啦，互我袂爱骗啦。你也无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吼，即你外行的投资了，投资偌济了偌济呢？事实的呢，有当时家己都做内行的，都了了去啊，更何况咱无内行，所以就明理当就讲，你爱有内行，你较去参人投资做生意，投资做啥物事业拢无要紧，啊，你啊都无内行呢，安那千万唔通，有内行投资较会好啦，无内行投资吼会衰败啦，哦，所以即个原因。所以有足侪钱叫做丰，包括感情足丰富，包括即个人足个讲道理，吼、哦、有才能嘛是拢丰，所以丰卦基本上是足好啦。不过呢，伊歹呢吼、哦，真正有哪无解好，所以一个人啊讲足有钱，吼、哦，也是感情，吼、哦，也是各方面呢足圆满。你会当讲这个啊，安怎叫做风卦？啊，伊就是用雷之华代表了归六法，才会当有风。啥物叫做雷之华？雷之华就互相互他开始来讲，一句念五十解，安尼叫雷之华。安尼自然你就会当飞开啊，啊是毋是叫做风啊？啊，归六法嘞，归六法就讲啥呢？哦，像较早阮咧背咧啥？哦，背六十四卦安怎背？我毋是一卦一卦咧背啦吼，像咱咧分迄落经文吼，你啊咧啥哦，迄落万啊卦数、万啊彖数、万啊象数、万啊爻数吼，保证你会背较足辛苦。啊，无变啊背迄，我迄阵背着讲大象数全部六十四卦大象数拢啊列出来，安尼背足好背。
因为大乔族第一字拢是君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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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，哦，大象词啊，吼、哦，迄个牵挂大乔族叫做啥？君主将军牵牵，你啊，君子啊，迄个啥？哦，就是立走去啊，哎，第一字甲第二一定是君主的，啊，你要背是足简单啦，天行健嘛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嘛，哦，啊，第二个嘞，君主以啥获得待遇？啊，是毋拢君主？啊，所以你六十四卦的大象数拢啊归列起来，你要背就足简单嘞，啊叫做归纳法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开当风啊，你唔知啊，我都背开，啊，无就我多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风卦嘞代表着啥？大丰收，吼、哦，以后的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好来，请咱各位呢来看女卦，风卦了前来女卦，性缘足厉害，因为你有钱嘛，你唔知想要去旅行。啊，咱若无钱呢，三顿都无人吃，咱敢会想要去旅行？那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就代表着旅行。吼、哦，啊，旅呢代表着轮回之说。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轮回就讲一个生，一个灭，啊，叫做轮回啦，吼、哦。啊嘛，代表着云游四海。哎、欸，人会去啥？哦，嘛咱去遐泡茶，啊嘛咱去遐参人行棋，嘛咱去啥三角五角参人啥啊逍遥自在，这拢叫做云游四海。和服啊，衣服啊，哦，这嘛是流浪生死，这嘛是哈、哦，所以参旅馆有关系。所以呢，伊讲无目标会流浪生死哦，伤春苦海，一失尽道啊。所以呢，旅馆如果你也讲无去一个目标当中，哎，你唔知要去倒呢。所以咱人一定要有目标。啊，我这世个人的目标就是放伫倒。哦，以咱修道来讲，我这世的目标就是要度化众生，达到成佛的境界。哦，这是咱的目标嘛。哦，啊，以咱若针对拢在读易经尔，啊好，这世人咧，我要将易经读个通，啊无通的，誓不为人。哦，这嘛是目标呢。哦，啊，以做生意咧，我要想啥？哎、欸，郭台铭遐厉害，啊无咧，誓不为人。哦啊，安尼嘛真忝啦吼。哎、哦欸，啊，所以这拢是个人的目标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个人有目标了，较袂流浪生死啦，较袂虚度光阴啦吼。嗯。来，包括咱今仔来遮上课，啊，等下闭班了，咱转去啊，安尼叫做旅啦，对不对？一个啥，一个来嘛，啊，一个去嘛，啊，叫旅啦。旅馆伊就是这个意思的对啊。包括咱今仔去倒佚佗，去日本游览，去倒旅行，拢是旅啊。哦包括一只虫的路，嘿，所以你看，一只虫会当活几活几工。所以人讲下虫不知啊，防空之啊，下虫是那唔知遐防空的迹象。一只虫伊都活几工啊，尔呀，所以伊活袂到冬天啊，所以因为唔知啥物叫寒啦，哦，所以一只虫的路就是看几工啊，尔呀。一只鸟的路咧，可能是几冬，吼、哦，一冬啊两冬，迄只鸟就翘起啊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人的路咧，可能是啥几十年嘛，吼、哦，八十年啦，九十年啦，所以人的生老病死，啊，你多一个循环，就是一个路，吼、哦，拢意思拢同款。所以君子明啊，明慎而用行啊，哈、啊，理不留格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啥物叫不留格？就是讲唔忘留下啥垃圾啊，哎，所以呢，不留意呢，互我有一块片吼，互咱看一下，吼、哦。这个不一样吼，就讲咱所有有形有相，一切拢是希望。所以喇嘛因了吼，用一个方法来过改人生。伊讲方法呢，只是安那，只一个啥一蓬沙而已啦。哦，你若看咱人生方法的世界，大家作爱啊。不过呢，母母的有哪一堆沙尔尔啦。咱来看卖吼，哎，伊讲啥呢？伊讲西藏的喇嘛，因就是用一种的啥？油诶、欸，来啥？诶、欸，用一种油刷吼、哦，来啥？来用一个佛堂啦吼，诶、欸，啊，就是这。因就讲伫啊二月二日开始的情景，就是因已布置好啊。啊，咧佛堂咧要显示啥？因就开始一个工作，要画一幅足水的图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就开始伫咧画。到二月二九咧，会开始吼、哦，下底就啥，拢彩绘好势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材料用一种叫做西藏的鱼叶，吼、哦，还是一种的沙，哎、啊，沙拢采收的对啦，吼、哦，按、啊、会啊，聚生会神吼，拢直接开始咧工作啊，哦，啊，日日做一工一工，日日过，
伊讲佛是万物的起源，是世界中心点，所以因伫倒开始着手，伫中心点开始着手。迄个妙是啊，咱人嘛是同款，你要修道嘛是爱伫中心点来着手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直直歪，直直吹，直直歪，直直吹咯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看，伊这用迄刷，安尼直直那直直摆开，所以伊迄是立体的哦，唔是用歪哦，伊迄是有高高低低的啥，诶立体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看。画到足水个啊！啊，因伫哩做个当中，愈来愈侪人吼，你看个作品，吼、哦，啊是安尼要挂口罩，因为因呐要挂口罩笨去哦，迄刷就飞去啊，就对啦，所以一定爱拢挂口罩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啊看安尼，伊叫呐手咯有够油个，吼、哦，啊、一定做到3月初1、3月初2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间隔个图拢照出来，好无？足水个吼，安尼远看有够水，吼、哦。啊，包括嘞。搁伫咧做3月初4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所以你看，伊这幼雕啊，拢会当看到啊。3月初5，吼、哦，外口个啥佛像嘛，拢做出来啊，吼、哦，栩栩如生啊。包括呢佛啊，佛道个边啊，拢做侪动物个，嘛是拢啊做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所以呢，伊来讲，像这个啊，这个是毋是一个人啊？伫迄个间佛个间中吼，参所有生灵拢平等个。咱动物、人啊，甲动物拢是啥？生灵拢是平等的啦，吼。所以这就是个创造工具，吼。所以安那，大家做啥？做用心去啊做。所以到3月初6，吼，啊道咧愈做愈油咯，吼。啊，所以规个台式中间尔尔，进到边啊这呢，拢完成啊，吼。啊，一工直直过啦，吼。哎。啊，所以伫遐做吼，哎、欸，做几个月，哎、欸，啊，所以用心哦，咱拢看会到，吼、哦，即一定做到3月初9啊，包括这蛇吼，拢、哦、做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主要看这图，伊是一个啥，有高低起伏的作用，吼、哦，过来咧，伊讲啥，慢慢咧，迄是最后的圣堂了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四角的圣堂造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啊。包括这啥象牙塔下底青蛇啊，拢嘛显示出来咯。吼、哦、啊，包括咧，这拢啥哦，拢诶颜色吼、哦、配甲非常的水，所以让感觉吼叹为观止啊。哦，啊你啊看间隔的努力，一工直直过，一工直直过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做了啥咧？做了要几个月，哎，所以到这你看各位姐姐。全部到外表拢一直圆满，安尼有水无？所以那像咱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花了一生的时间，舞啊这大片，吼、哦，这拢咱的好唔好？不过你话看各位前线，哎、欸，到尾啊，大家拢请来啊，成功之后呢，伫遐庆祝啊，啊，你看咱啊庆祝，各位前线，哎、欸，因开始手来，注意看伊在用啥哦。哎、欸，周围人拢注意看，爱是变啊庆祝一百度，结果你啊看哇，水啊烧开就对啦。啊，这个意思是用啥？伊在警戒咱啦。人生就是安尼啦，舞甲一大堆啦，啊，结果咧，一个扫帚飘扫了了啊啦，来嘛空空，啊去嘛空空，啊看会开未？哦，看会开天啊，敢拢咱地啦，看未开咧。哎，啥物拢唔是，所以到尾是啥，点归点，土归土啦，安尼尔尔啦，人生就是安尼，遮尼无情，吼、哦，所以免啊啥，哎，免啊追求咱有意义的人生，这是上个啥，上个重要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看嘛，到尾呢，嘛是一场空，吼、哦，只待追忆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咱讲，咱人生干脆想安尼，叫做不留意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唔通造成了社会困扰，哎，莫讲做歹囝是啥，有够偌济啦吼，平平淡淡的，安尼嘛是袂歹啊。不过会当进一步对社会国家更加讲的，还是唔更加好？进一步对天下间众生安那会当个度因，互因离苦得乐，是毋是更加圆满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即个啥，即个叫咱如果。来到这个世间当中，你要哪留下上界予天下各个人上界好的印象，迄就是咱爱努力的方面啦啦吼。好来，所以外国旅行，李天地来旅，消哈阴阳消长就是旅，在家日日好，出门的条条人呐、啊。
因为这就是女卦，要讲一个啥女性的故事。较早就是一个国王啦，爱国王哦，伊做爱做疼一个啥呢？一个咱的囡仔无吼，啊作恶，啊已经三十几岁安尼，啊嘛那像一个囡仔遐尔尔，啊结果吼，作疼伊啦，因为迄种人吼作啥呢？作古锥的就对啦，啊即卖国王吼，啊就看伊遐古锥，啊国王咧办事吼作烦的呀。啊，你犯的时阵吼，迄个矮人吼，就来酸酸的、冷冷的，啊，国王就笑甲嘎嘎叫，哦，啊，国王心情就做好个呀，吼，啊，有一天吼，国王心情就歹啊，啊，这个吼，小，这个啥，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就搁来啦，啊，就酸酸的、酸酸的，哦，国王就做欢喜个啦，啊，国王就入去内底吼，抓一支刀啊，他要笑我，啊，伊刀啊是玉个就对啦，切甲足水个啦。哦，啊，即摆就讲来，迄种人叫做侏儒啦，吼，就讲侏儒啊，侏儒来，直接这个刀啊送你啦。讲我皇帝国王啊，啊你无代无志，送我这个刀啊要用啥？伊讲吼，你后盖啊断着一个像你遮憨的吼，你甲硬送伊就对啦啦。啊侏儒吼，人笑伊落，伊也袂感觉安怎呢？伊嘛感觉吼，安尼，我知，我来接落来。结果吼，经过二十几冬，迄个侏儒嘛是遐细汉。哦，啊，结果吼，你毋知影国王破病啦，啊，破病了吼，啊，伫遐奄奄一息啦，啊，侏儒就足烦恼，国王啊，啊，你是安怎哩啦？伊讲我身体都无好啦，啊，你啥？啊，你是要去倒哩啦？伊讲吼，我可能无偌久吼，伊毋敢讲伊要死啊，伊个侏儒听毋知影啥物叫死就对啦，伊就国王就讲啊，我要佚佗啦。哦，你要佚佗呢啦，啊，要佚佗都无要紧啊吼。我想讲你是安怎嘞？啊，你当时要去啊？就讲我嘛唔知影当时要去。啊，你当时要回来啊？啊，我嘛唔知影当时要回来。啊，你要带偌济人啊？够人要参我去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哦，即摆即个侏儒听过到这吼，也唔知当时要去，也唔知当时要回来，啊唔知要载偌济人，啊，逐项拢唔知。哦，啊想着吼，都安尼。迄脚弯又来底，迄支刀啊，佫摕出来，迄支刀啊摕出来，讲了讲，啊，你摕迄支刀啊要怎啊？哎，讲你毋是叫我看一个相哦，比我较高，我就送伊。哦，我看你比我较高，所以我就送你。哦，迄个讲气一个吼，嘿，讲叫你要翘伊吼，好佳哉无翘去。吼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咱人足济安尼呢，真正来到这个世间上点哦，百岁年老，咱毋知要去倒呢。吼，啊，所以就啥？迄就是讲，咱一个人来啥，伫二天来到遮，搁要转去啊，迄个啥，旅途就对啦吼，所以叫阴阳消长。吼，啊，你看咱若要出去佚佗，真正足辛苦个呢。在家日日好啊，出门刁刁难啊，有困难无？互我讲一个例子，互咱听。前尾把咱周经理吼要转来，你敢毋知影？迄真正经过吼，波浪有够济呢。撞到金门大暴雨啦，啊，飞机拢袂降落啦。即卖第一界去，哦，人讲今仔日迄落船无开，搁转来；第二天搁去，对不起嘛，无开，搁转来。啊，即个啥？经过搁五天啊，哦，套筒应该有开啊，去有开啊。即卖会当坐去到金门啊，哦，啊，即卖金门的飞机无开，对不起，当带入金门，哦，安尼有困难无啦？哦，啊，搁伫遐搭一暝咧，去带旅社搭一暝，啊，搁等看有开无？好佳哉讲吼，迄航空公司请一台大台飞机，吼，较去调工将迄人啥，迄旅客全部拢载倒，啊无因为一定载袂了，下就对，吼，啊所以真正出门刁刁难呐吼。来，顺卦，顺卦代表福泽的意思，所以呢，顺顺呐，吼嘛是意思，代表入呀，吼福泽的意思。研究一门学问，拢就是爱有顺卦安尼，啊是讲入门见山之道。拢是伊个意思吼，内外拢爱入，深入再深入吼，所以呢，你啊看，因为这个卦啥物无共款，顺卦本来就复入个意思啊，啊复入佮复入，迄就是功夫啦。是安怎开始复啊？要来讲一段，佮念五十解，有个人讲念五解尔，对毋对？啊，你佮复入啦，啊你佮念十解嘞，佮复入啦。搁念三十解，搁复入、复入、复入，所以互我毋知讲你也背袂起，就做奇怪就对啦。迄就是顺卦的道理，因为咱咧学道理吼，毋是要爱这个皮啊尔啦，嘛毋是要爱迄个根尔，你知无？嘛毋是要爱着迄个肉尔呢？
咱是要得着内底迄个骨髓，迄骨髓较是重要，哎，所以呢，要学物件，互我学较紧吼，有一个心得，无困难。第一，咱有心要学无？你也有心要学哦，咱学一届会用，你学一百届嘛，敢是安尼？咱学十届会用，咱较讲无要紧，我学一千届嘛，嘛是照常会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啥内外拢合入，叫深入再深入，入里又入，风里又风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也当着迄，迄当也当着顺卦吼，各位着爱足注意，代表风太足济啊，吼、哦，伊代表风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毋过伊好个，就讲深入人心，深造，深入筋组，滴皮、滴肉、滴骨、滴骨髓，慢慢啊深入了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不管研究易经也好。研究金刚也好，研究江苏也好，就是要有这个心态啦，哈、啊！真正呢，你嘛讲啊，我就会晓讲啊，哈，应付一下，安尼唔好啦，吼、哦！迄真正要深入，你唔知影。像我较早学江苏吼，较早嘛有讲过无？要去讲一个题目，伫厝里爱家己讲七解，因为我读个经叫七字大福，真正拢就是安尼啊。伫厝里吼，倒啊伊啊拜拜咧，安尼讲，讲互倒啊听，讲互伊啊听。好，我较敢出去讲咧，无好我唔敢讲咧。不过连连咧出去讲哦，好，真正吼，唔是好我臭蛋，大家听到拢足满意咧。因为你一定有迄个深入落去啊，吼，啊是你咧讲，你唔免想看过啊，啊就离讲入去，离讲入去，嘿，啊你练七界了后，你讲足顺的啊，吼，啊所以就是要有这种啥深入付出的功夫啊，吼。伊讲顺者风也，君子之德风也，吼，所以小人之德错也。哦啊、所以呢，一个君主人，伊的德行就是风安尼，带动风气。哦，咱台湾有一个著名的啥啊，王教授啊，哦，迄、那个啥推动读经迄个教授就对了哈、哦，王才贵教授，伊就想安尼，君主之德风呀，伊就带动全国的啥，你的啥儿童读经。哦啊，所以呢，你啊看咱全国进党的不管啥物教哦，拢响应伊的推动。无分宗教就对啦，啊嘛无分团体啊啦，人就感觉现做袂歹，伊就来推动。听讲一定推动到大陆啊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各六个国家拢有啊。哦，啊大陆遐推动到偌含，你敢知影？讲下早啊透早五点，一条街啊路，装啊，逐间个电话就倒，啊就要啊，逐个准时五点起陪囡仔读经。逐间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讲做准时的哦，因遐都一定推到安尼呢，所以叫做君子之德风也，好的风气推动不出来，大家拢会接受哩。啊，咱道中呢，一贯道中话，你啊看，一推动出来，一百零八国家啦，所以叫做君子之德风也。所以咱一个君子人安那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弓，这四个德。例如松就讲徛吼，那就一张啥松树安尼，屹立不摇。咱若咧徛，唔茫无骨体啦吼，唔茫爱提壁啦，吼啊唔茫着底啊吼，啊脚拄啊顺的顺的，迄拢足歹看的啦。徛就徛好，敢是安尼？吼啊坐如钟，啊坐就互坐好只正，哎坐好只正，唔敢会丢人听吼，敢是？吼啊行如风咧，行路拢唔风。行路拢往啥物边来看，啊，毋是讲哦，迄个足惊路的，啊，头壳热热，啊，行路风，毋是迄个风啦。遮个风代表了咱河老先人吼，啊，那伊咧行路良行好步，迄叫做风。卧如弓咧，咧困的时阵哦，爱侧睡，吼，毋茫侧，因呐，侧睡毋茫倒手柄，倒手柄是咱心中咧底调，毋好爱食手柄。吼、哦，啊，侧睡，啊，像是将钱安尼，脚举无开，吼、哦，啊，手呢啊，放伫遮，迄就是咧练气安尼，迄练气就是安尼练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卧如弓，哦，所以君子人就爱骨有四德，所以呢，啊，一概就是肃顺武肃，武大夫武调法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有一个大夫啦，叫肃顺武啦，啊，因就是伫遐会啦，啊，会啥，主公陷入中年啊。伊讲主公吼、哦，好比伊个师傅比孔老夫子较牛，就伫咧会吼，祝福敬敬佩咧依靠主公啦，所以即个人哦，听到了吼，都走去同主公讲啦。主公话，比如刚强，素质强也，极坚，怪啥，窥见乌家之祸，吼、哦，伊讲吼，你唔对啦，
恁拢讲我较比阮老师较敖，其实毋是安尼啦。我做一个比如互你听啦吼。咱像阮兜的啥，迄墙啊，阮兜的墙啊，拄我到我肩胛头尔尔。所以呢，你会当看到阮兜吼是啥，安怎装潢的啊，摆设的，你是毋是一目了然？啊，我的辅助咧，我的老师咧，阮老师的墙哦，素质啦，啊，规楼高的就对啦。不得奇门而入啊，不见中中庙之美啊。吼、哦，所以你也无伫正门入去哦，你毋知阮内老师内底装潢啥，内底是啥物物件，无法度。伊即个讲想法呢，各位前天，你也无伫伫即个正门入去吼，你毋知啥物叫做玄之又玄，中庙之美之门呐、啊。伊啊带一个空楼主因内底装潢，你毋知影咧，迄偌水诶，你敢知？所以毋叫妙哉妙哉，玄哉玄哉，不可说不可说哉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伊就是咧妙写者。所以闭关之户，所以得其门者要挂伊啊。所以会当知影这个门口的人，会知影这个正容法门的人，挂伊就足少足少足少的，有少无？包括主公伊家己对无对啊？所以你感叹吗？辅助之文章可得离文呀，辅助之言是不可得离文呀。哦，所以足感叹了对。所以辅助之文呐、啊，不亦宜乎啊？所以。孔子伊个德行吼，你要去啊重测，无遐简单呐、啊。啊，我哦，你啊看我现在看你，你知影我几两重啊？啊，阮老师吼、哦、像大海，啊我咧像一滴水。阮老师吼、哦、像一粒沙，一座山，啊我咧像一粒石头。吼、哦，你看人主讲偌谦虚，啊偌够讲话，真正足够讲话。啊，咱就是会用安尼讲啊，敢知？吼、哦，来对卦。对卦呢，叫做合叶，所以咱来谈着对卦吼，你也足欢喜的啦。是安怎讲？遮嘛欢喜，啊遮嘛欢喜，你心内直直欢喜开。咱敢捌看过一种人，嘛咧笑啥笑到嘎嘎叫，啊直直笑直笑笑袂停呢。伊就去听着一句话啦，好，我讲你心内太晓笑晓笑，啊我直笑到袂停开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啊所以叫合叶，出离又出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卦象来讲的。哦、包括了啥，事业无穷、哦、非常的欢喜，互相的学习嘛是、哦，所以咱常来讲，哦，咱来读个经，还是来听道理，听个法喜充满，法音流转，这就是对卦、哦啊。所以你看，互我从六十四卦介绍了，你我甲讲，咱所有物件都拢六十四卦物件对啊，迄是看咱会晓用未啊？你也看到一个囡仔在笑，对卦，吼、哦，敢是安尼？嘿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也看一个人在爬楼梯嘞，占卦，啊，样断未？咱等下要坐电梯落啊。什么卦？坎卦。哎呀，他又讲过坎卦三十一卦，就是坐电梯，哦，伊速度足紧嘞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侪拢，大行拢就是卦，哦。后来，那是讲咱今仔深入经藏了嘞，得到欢喜啊，得到心灵的喜悦，吼、哦。你也看这圣人咧摆遮足水诶，因为你也看一部经，互你读三十章啦，你会欢喜未？听着足欢喜啊！所以，互我进前只毋知影啥物叫烦恼咧，真正咧，啊，你拢足欢喜啊！感觉哦，会当来读个经，啊，搁会当读到二三十章，啊，搁会当来学习，会当来报告，你毋知影迄有够赞诶咧！所以前届去台中咧讲，前头讲老师啊，互你足辛苦诶。我讲袂咧，我袂感觉足辛苦个，我感觉足欢喜个呢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真正就是安尼，迄、那个物件互你得个得吼，好欢喜在心内啦。咱嘛足感恩呢，感恩讲天恩师德会当互咱有即个机会来学习，啊，无较早要读这无可能个代志哦。吼、哦，来，所以到底偌欢喜？你若看，刚回得了大道，赞叹欢喜，用尽力歌。兼己利兼，兼己利兼，兼己在前，福缘在后。辅助孙孙连显幽人，帮我依文，用我依礼。哦，这就是一赞叹的诗。欲罢不能，既结我宅，如有所立独立，谁欲强志，不由也已啊。哦，等下咱伊的意境是啥，咱卖去探讨。唔过会当较看会出来，就是讲伊得了大道了，吼、哦，迄种的赞叹，迄种的欢喜，是啥？是几落千万买袂到的啦。所以工会甘愿无爱去食头路，嘛甘愿无爱去做大官，甘愿要修道。所以叫做安贫乐道嘛。啊，咱教会嘛修行正果呢，事实的呢。
所以咱真啊，伫遐咧啥？咱真来当讲，我唔哈未烦恼无人接，我呾烦恼倒无人收尔尔，好个够热劲个，差不多参工会差不多啊。啊，不过咱真拢烦恼啥？烦恼无头路呢吼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嘛是够转袂过来，所以啊转唔过来吼、哦。来，所以法义充满，法音流转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咧徛啥？咱咧学贵人个笑。你看我徛业尊者，伊一个微笑尔尔，会得着做输伊呢？所以各位姐妹，咱该笑就爱笑啦哈，真正啦。啊，不该笑嘛，乌白笑，无人何讲奇怪，即有问题无安尼吼，乌白笑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咱弥勒祖师，吼、哦，真无啦吼。你看弥勒祖师，伊就是啥，哈哈大笑，所以咧，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啊，满腔笑开天下古清愁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即个弥勒祖师伊个大笑，啊，咱这公老师拢啥物笑，傻笑。所以你看，做这啥，做这即落佛祖擦啦，吼，各位姐妹，咱敢捌看过？做这佛祖擦啦，无人去笑的啦。拄啊，咱弥勒祖师咧笑，甲济公老师咧笑啦。咱各位姐妹，你有注意到？所以咱即届就是弥勒祖师的关照，济公老师的徒弟，咱大家都爱笑，爱欢头喜面，吼、哦，明仔载无人吃，你嘛会笑，吼、哦，迄落境界安尼，感觉安尼。当着啥物代志，你袂烦恼，你嘛阁会笑，即个心境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是啥，爱会晓笑，伫心内欢喜开，爱会晓啥，做快乐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安尼就是啥，叫做大笑，叫做傻笑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动物拢袂笑嘛，敢是安尼？狗仔伊嘛袂晓笑，猫仔咧，对无？所有动物伊拢袂笑啦，唯有咱人会笑。所以咱若阁毋笑吼，啊嘛无法度安尼，敢是安尼？所有的动物拢袂讲话，唯有咱人会讲话，所以咱人就要来代替双活过天行道啊！所以咱人的任务上解悬的，所以你看咱人上接近佛，人啊，常佛吼上接近，嘿，因为人佫搭一步就佛啊！啊，你看猫仔，猫仔要修到正道成佛哦，敢有可能？真难，真难的啦！伊就爱伫哩修，才会当做人，人才会当做佛啊！所有的动物拢是安尼啦，唯有咱人搁一步就当成佛啦。啊，修到啥？修到唔是人啦，你就是佛啦。这个佛就是唔是人嘛，佛就是唔是耶稣啊，唔是人啊。那讲好，你这个唔是人啊，你就会作为过诶，感谢你哈吼。你讲唔是人就是佛啦，境界都足高的啊咧。啊，所以你看咱足侪前辈，只真正装来装去，装来装去，真正拢那像毋是人个啊呢？迄种外骨个呐影像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是法义，吼、哦、啊，包括咱参加一个法会，发现一个诀窍，迄种个喜悦无穷。真正呢，咱来参加一个法会，听讲师讲足侪，毋过听到一句，吼吼吼，你讲对，就是安尼。你看迄偌欢，你敢知影？包括咱读易经。较早看拢无，真看有啊！你敢知影？迄真正吼，迄种欢喜哦，安那人讲拍案叫绝啊！吼，互你真正吼，安那足感恩的。所以咱真就是要探讨这个物件。你啊，真正去食到那物件，吼，安那比你赚几落千万，佫较欢喜。所以叫做啥？心灵的提升。好，来放卦，放卦是啥呢？六道波罗蜜啦。好，啊，唔过伊歹个呢，叫做啥？叫做散开，迄个啥好个呢？就是啥脱离苦海，嘛代表着法尊，嘛代表着六道波罗蜜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互我直接来讲，咱是毋是讲十五卦人熬大劫，对毋对？吼、哦。毋过十五卦叫做乾卦，乾卦着爱主政大劫，吼、哦。啊，人熬大劫，佮有即支卦叫做幻卦，幻卦伊主动。只是主动的，因人后嘛大吉，所以六十四卦拄啊有这两支卦特殊的，一个主动的人后大吉，一个主动的人后大吉，吼、哦。啊，恁知影啥物叫主动主进无？主动就是讲你动了这支卦，你爱赶紧出去啦，去度众生，爱叫主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主进就讲咱的修为当中，伫家庭、伫室内、伫内底当中，你拢爱安那非常的谦虚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叫主动甲主进，吼、哦。好啦，伊嘛代表法尊要从啥？伫初花度到披花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啊看，幻卦就像一只法尊呐、啊。啊，法尊就是要
一只，咱再过迄个片花，伫咱人间要咱渡过天堂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只法尊伫倒，咱即就是伫法尊顶啦，敢知影？即金佛堂就是一个大法尊啦，哎，啊，即在法尊算足大只呀，像阮兜迄只法尊吼，十九平尔尔啦，哎，坐差不多三十个就挤袂入去啊，啊，咱只咱坐百几个呢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真正咱若愈发心吼。哦，迄大只船愈侪就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愈大只船就载愈侪众生转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不过呐，皇宫无共嘛是爱小只船来烧经呢，吼、哦，大粒石头嘛爱小粒石头来烧经呢，啊，拢是同款。所以其实上帝唔爱咱的钱，唔爱咱的金，只要咱一点心。你有一点心，上好的厝十几平啊，尔尔嘛是一间佛堂，敢是安尼？吼、哦、啊，上这城门嘛五十平，五十平嘛一间佛堂。哦，啊，你若讲有迄几百平、几六千平，迄嘛是佛堂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各人的福报无同款，吼、哦，啊，毋过就贵在咱的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只法尊就是要咱度到彼岸意思，包括伊六道波罗蜜，吼、哦，六道波罗蜜，咱知影吼，伊这是佛教讲的，叫做六道万应法，所以伊易经来讲，梵卦就讲六道波罗蜜，哎，第一道叫啥？布施道坚贪。吼、哦，第二道世界道邪淫，第三道淫欲道清昏，第四道精进道害胎，第五道禅定道散乱，第六道智慧道无痴。吼、哦，所以这六道就是咱修行的功夫。吼、哦，啊，好，我搁有解说啦，吼、哦。第一道，哎，一道心开阔，造就他利我，皆有所有福遐习净道。布施欢喜做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以有形的来换无尽的，啊，所以讲无悭贪甲执着，所以呢，互咱修行实际功德倍入道的门锁，吼、哦，所以第一道是安怎叫咱布施，布施会当度悭贪吗？所以是安咱的贪，就是咱袂用布施啦，啊，会用布施啦，伊就袂悭贪吗？是安怎讲？我较济在咧布施个，参你咧啥，伫遐咧看一窗仔、两支窗仔，我贪要用啥咧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布施自然咱个啥心胸就宽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用有形个钱来换无形个功德，吼、哦，这是上界赞个啦吼、哦。啊，做自然呢，咱就袂悭贪，啊嘛袂执着，安尼慢慢个当中啊，会当培养咱上界好个啥功德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叫一道。二道心正常，礼节法轮功，保守自己为榜样，持戒心清朗。哦，所以过来叫咱哪啦？第二道，第二道就爱先家己约束家己，哎，约束家己了，才会当消灾，才会当洒脱啦。所以伊讲无邪淫，啊加啥？哎，加调糖啊，哦，调糖就是一种咸的物件，就对啊，哦。啊！伊讲，予咱修行的实现了庄严相，修道的啥妙方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咱就是爱啥修戒论啊，持戒啊，吼、哦！咱若无持戒吼，有当时啊，该做的无做，啊不该做的做一大堆，迄就是啥无戒律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持戒，才当予咱真真正正达到内心外宏圆满，吼、哦！所以才当实现咱啥庄严的法相。来三道。心自在，法界成习惯，平心静气含用爱，忍辱善自在。吼、哦，所以第三组来讲忍辱，所以安情绪服冲动，所以咱的情绪家己控制好势。吼、哦，唔茫动不动好，啊，就你阿讲，动不动呢，就啥发脾气，冲崩开，有当会去得罪着啥？哎，得罪着别人，安尼就做无彩呀。所以讲，伊嘛无浪费甲失态，互啥修行实习啊，实习的莲花效，修道的精华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会当学忍辱，做自然，你着要去请问人啊，哎，啊自然的，咱的啥仪表，咱的讲话，咱的体貌啊，咱的啥各方面，你自然着袂失态，啊无等下去了到底吼，真正呢？人讲，哎呦，啊，这个人毋是修几十冬啊，啊，他还阁修到安尼啊，拢修到脾气毛病啊，啊，安尼就失态啊，然后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三道，四道呢，心热诚，鼓励释佛庭，发挥力量，心带动，精进度时空，吼，啊，所以叫咱得爱精进。
因为呢，咱若无精进，会害胎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合不牙的起喜欢，无害胎，较啥较懵懂。所以，予咱啥，予咱修行实地道学中办道的内容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第四道当中，就是叫咱一定要精进。吼、哦，啊，无精进呢，做自然呢，就是啥？你看，咱也无精进啦，今仔日也无来读易经，咱嘛是伫厝里咧看电视尔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时间平平来过，不过呢，咱有来充实家己，安尼叫精进。哦，啊，咱若一天过了一天，拢伫遐看电视，浪费时间啦，安尼就是害太去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就人讲，一定爱啥精进度时光。哦，过来五度心平安，哎，却看啊恼怒烦。深入反省念力转，禅定面面观，所以叫做咱禅定爱多善乱啦吼。所以分彼出啊，方合宜，无善乱甲颠倒，互咱修行实验一致开一致点成道的因缘啦。吼啊，所以呢，咱真就是啥，人家如如不动，北风吹不动啊。吼、哦，咱来娱乐嘛，如如不动。咱来挥霍嘛，免啊，袂去动心，又有迄个，哦，又力衰咧，拢袂去影响咱的心念啊，安尼就是多善乱啊啦吼。所以这是修行一个啥，足重要的一个关卡。所以有当下咱禅定啊，哎啦，定力无够，会人牵着就走呢。定力若无够，人讲的就受气呢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拢无下这个啥规格。六道心清澈啊，透彻人事物，出神入化，清浅毒，智慧顿开悟。啊，所以讲破无明，动无知，无无耻甲淡悟。所以，予咱修行是用真理托正道的出路。吼、啊，所以第六道就是智慧道根啊，道无耻。吼、啊，所以咱是要安怎，我都达到智慧，就是头前迄五道。如果有做到啊，自然你地位就开啊啦。所以到第六道一定是升过的阶段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有地位就无啥，就袂无名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无无耻啊，就自然袂去耽误咱人生的路途，互咱修行踏踏实地来啥来实行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真理呢，好好啊研究，这就是啥正道的出路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六道就是要让咱达到这种的正道的结果就对啦，吼、哦。来，所以包括换卦，各位前年你也当着这支换卦，哎，你讲我要这间厝好唔好？当着换卦保证好，不过你也赶紧修佛道，啊，敢有了解？哦，迄就是安尼，你当着换卦要赶紧修佛道，迄就是属性来讲，你时机到啊，你啊赶紧啊，吼、哦，啊是以咱无咧修地，讲咱来去宗庙，就讲只爱去一间庙的意思就对啦，哦。哦啊、所以你要看我们道就是比五教更早呢，各位前辈，哎，五教就是这样来的，就是老母还没降下大道进前，哦，先派五教圣人来治理这个地球村，所以叫做教化，它不是叫做道，哦，啊，道就是一张树的根头，教就是一张树的枝叶，不同样的境界，哦啊、所以呢，先有道，才有五教，啊，进就是老母降下大道要万教归一啊，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全部拢要归回转来啊，哦，所以叫做五教归一。啊来呢，效法古圣王来立庙，静为动，木金为手，哦，所以呢，存在啥？存在水上呀。贵贱呢，即句咱看会出来呗。黄瓜就像一只船啊，船是毋是啥？爱有水，对不对？啊。你啥有水当中是毋啥顺挂木木就像一只船啊，啊船伫水个啥水个顶面啊，啊你坐伫水个顶面是毋爱正挂正挂着手嘛，啊是毋是爱动？安尼啊，提牌下来，迄易经就是安尼看，拢毋免文字哦，你着咱看这画来画去，你着看有啊。啊所以人也看无，你看有哦，你比人较敖啊，何况是安尼，哎，迄就是安尼啊。啊所以你愈看愈深邃，愈看愈爱看，哦啊无你看是毋是安尼？哎，船伫水个顶面啊！啊，你用正挂个手伫遐摇，伫遐摇，伫遐摇，啊，所以就像一条船啊，伫走去啊！哦，看有哦，哎，好啊，所以这就是这個意思的对。好啦，节卦叫做节制、季节，吼、哦，节制高升。所以这卦就是一个人啥修得个季节啦，好啦，哦，啊是讲你啥
那个人的什么季节也好，吼、哦，伊嘛代表了节制，咱人爱节制呢。哦，你也袂用节制哦。当时好食的食到啊那无天无地，哦，啊有当咧困是困到规暝规日，吼、哦，安尼嘛唔对咧。这个代志拢爱爱啥节制，叫做重节上好。该去困就去困，该爬起就爬起，对不对？该用餐就用餐，啊，就是这简单俩，修道就是安尼俩吼。啊，所以叫节制。啊，节节高升咧，吼、哦，这上好。想要得好无？足啦吼，得啊啊，节节高升。今年比那明年较好，啊啊，今年比今年较好，节节高升哦。后来，伊嘛代表了调和，啥物叫调和？哦，你啊看，即个是调和的意思啊。像咧画家，咱要看画家无？伊迄像台只看迄条图同款啊，伊迄色底是配较足好势，安尼较会出众，较会水，吼、哦。啊，音乐家咧，你啊看，咱咧音乐啦吼，你要弹会水，你。技巧是很重要，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调音啦，哆来咪发嗦啦西，你就要调到很漂亮啦、哦、你音大不调不调不顺哦，我还说你再乱搞都不好呢，你敢知道？因为哆到那就变音嘛，哆到那就变音嘛，都听起歪过去错、哦哦啊、所以包括音乐家啦、弹琴都就是要调和啊，调这个叫做应变而下抑、哦、什么叫应变而下抑？这个是什么？打一个扫吼，就好啊！看阮太太咧包药啊吼，打一个扫吼，好就做一药啊咧。你是热扫、冷扫、扫有痰、扫无痰、痰是热的，还是清的？吼，我听一个就懵去啊！啊，是变咱落药啦！吼，啊，阮太太最厉害呢，伊母家拢足清楚的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就是拢安尼问咧，啊问问安尼绵绵角角咧。我读易经嘛，无像你遐复杂，会讲一个人捌一种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安尼吼。来，包括黄河比啥，它都泛滥啦吼。黄河流域吼，做当时吼做个泛滥嘞。啊，长江嘞以后有鄱阳湖、甲同啊洞庭湖，所以迄阵哦，安那要安那互伊疏通啥水，听讲就是加一个鄱阳湖、甲洞庭湖啦。啊，种个湖要用啥，就是要调节伊个水，吼、哦。哎，那就讲，即卖啦，天气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黄河无泛滥的时阵哦，伊即卖啥，鄱阳湖就较停诶，全部水源拢啊赶伫洞庭湖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卖遐吼开始乌，乌搁较深诶，迄乌是愈深愈好底水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吼，迄边乌啊，即卖水搁用过伫迄边去，即边诶水搁乌深落去，哦，啊，等啊雨季来的时阵哦，黄河开始大水咧流诶时阵，自然啊啦，就会积济啊啦。吼、哦，伊调节较足好势啊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安尼呢，到尾啊，就是用这波黄河呢，啊那泛滥的解毒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包括佛陀六道的苦集，最后得的安集加甘集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卦就是啥，那就佛陀同款去修行啊。伊讲我哈，我坐了吼，无成道，我无爬起，所以伊去修啥，修苦集啊。好卡在伊到尾开悟，所以得着安捷。伊真正开悟了，就开始开讲经说道四十九天，吼、哦，就叫做甘捷，安尼了解吼、哦。所以这拢参咱易经有关系吼、哦。所以呢，知难生于幽灵呐、啊，不因无人而不方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这得咱一个修道人，爱有咧节制，爱有咧节制节，哎，唔通讲吼啥啊？这无人啦，无要紧啦，凊彩做做的啦，迄袂使安尼啦。还是说我收到到一半啊，不要收啦，啊，这样就没采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一个君子正在收起来啦，不能困穷而败节，哦，不能等着说啊，那真的啥，真经济较歹，阮家拢无钱，我发生拼经济，卡去讲，拼了到一拢袂记人收到啊啦，哦，啊，不能为着讲啊，我去用倒位啊倒十万块，啊，我就不爱收到啊，啊，迄嘛不是正确的观念呢，吼、哦。所以这都有因缘啦，所以咱拢爱突破一切考验，突破一切困境，自然啦，得让大家圆满。爱讲两个音爻，这两个音爻一阳这一阴，吼、哦，各位姐妹，咱会当看袂？这两个音爻，这就阴，这就两个音爻，这个音爻，这就个音爻，吼、哦，所以安尼叫做节卦，吼、哦，节就是咱约束的意思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再来，咱来做一个结论，吼、哦。呀，这首歌呢，吼、哦，有哪咱啥年纪有的人吼，咱就听有啊，吼、哦。
真有名的一首歌，吼、哦、啊，意思呢嘛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这是济公老师呢，给咱写一首诗吼。所以呢，这首歌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真有迄个含义吼。后、哦、来，啊，咱做一个啥，结论吼、哦。你要看风卦到这个节卦，就是在咱讲，你真好业，才有才华，才有能力。不过呢，这个季节嘛爱收袂掉。你安那季节收袂掉嘞，无采工，吼、哦。所以甲咱讲啊，吼、哦，趁钱容易啊，收钱难呐、啊。各位亲人是不是呢？咱今要赚是真正简单嘞，只要你有头路，哦，一个月万五块、两万块，欠长嘞多，有可能啊啦，几栋啊、几十栋啊，要一栋厝，真够简单嘞。不过你这字要收好条嘞，真困难。哦，何我伫个石头吼，实在足侪迄国文老师就对啦，迄国文老师足爱读易经的啦，啊，尤其是退休的，哦，啊，一个陈老师哦，对咱足好个啦。
即卖咱啊，迄落啥有闲的时间去遐吼，拢会招咱去遐爬山。哦，石头遐无拢有足侪山哦，就招咱去爬。啊，你爬了哪爬哪开角，哎，啊伊就讲啥，你敢知？讲因校吼，足侪啥呢？足侪校老师吼退休啊，啊结果一领领的拢叫乖乖去啦。讲迄老师拢足单纯的啦，无社会经验啦。哦，但遐人就招伊讲吼，要投资啥，伊就对人投资啦，啊无就无去啊啦。哦，啊甚至吼，咱诈骗集团的话，讲几句啊，伊就去用骗伊啦，拢有呢。所以你看，趁钱简单，不过你要钱啊，收好掉真困难呢。哎，哦，啊所以呢，进校容易嘞，收校难呐。哎，要幼儿时大人嘛是真简单，一加一点一点心尔尔嘛，对不是安尼？不过你要幼儿到幼师幼长，无遐简单呐。吼，但是讲吼，啊是大人啊拖遐久啦。好，感谢嘞！啊，太活遐久啦，我感觉讲到尾就是安尼啦。哎，啊，有咱啊，哎，一半工啊会使你，啊，你啊长工久久过六冬，哦，惨啊变啦。不过好佳哉，即拢有一步啦吼，请外落来照顾，吼，外落来照顾，阮来拍拼，吼，啊，即嘛是种孝道啦吼。啊，上个重要，较接转来找些是大人诶，陪在伊身躯边，吼，啊，还啊。哎，会当啊啥啊多关心，这是咱士大人上个盼望的啦吼。修道容易嘞，不过嘞修道难嘞。讲要修道简单无？足简单，发心就发心。哎，啊要听过来就听过，行道就行道。不过要修到啥？哎，修到百岁年老，盖棺定论，这个就无简单啦。吼，咱明仔载就是啥嘞？要去参加一个王清凯这个老先生的告别典嘞，今年都啊77岁，吼、哦、啊！伊伫少年20几岁就清口嘞，即个清口到今完全啊拢无退倒嘞，包括到70几岁，搁咧读易经吼，迄精神有够好个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你看修道容易嘞，修道难嘞，所以咱今仔日一定踏入这个易经的殿堂，咱嘛爱啥坚持咱的志节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咱即届有可能上到中级班尔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希望恁大家初级班先啊坚持到尾啊，因呐，今仔已经14节啦，搁剩10节就结束啊，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若搁有兴趣要读中级，咱搁继续读，吼、哦，好好看我就讲，有心要读啊，就甲读好到有始有终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敢知影有始有终就是啥物卦？乾卦啦，咱敢会用看？有始有终嘛，就是乾卦嘛，开始嘛为。啊，中毛衣，后边毛衣，啊叫乾卦啦。啊，有始无终，迄个离卦啦，敢会样看？头前有伊啦，啊不中无伊，啊尾啊佫出来啦。啊，迄个啥？头前也无伊啦，啊中佫走出来，啊尾啊佫无伊啦，坎卦啦。啊，会样看袂？所以八卦拢有伊意思，看你掠一道会样讲，哎，啊所以就是爱做乾卦啦，哈、啊，莫做坎卦啦，吼、哦，啊莫莫做离卦啦，吼、哦，哎。啊，上个礼拜忙做困卦啦，伫头到尾拢无来啦，吼、哦，你莫啦，吼、哦，后来背定容易嘞，修定难啦。咱要培养德行足简单嘞，不过呢，咱若真正要修这德行，会讲3800个圆满，无遐简单啦。真正呢，咱做一个业，啊，佫开一卦，比如讲你已经欠1000万啦，哦，啊，就参参过会啊，啊，佫用倒几百万啊嘞。无代无志，去买一个股票，啊，搁了几十万啊嘞，吼，啊，万啊嘞，遐了挂，遐了挂，遐了挂，敢有遐简单？无遐简单嘞，嘿，有阵时讲一句话造业，哇，工程搁减一半去啦，吼，啊，有阵一个念头唔对，哇，搁减去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安讲，趁钱啦，真好啦，收得啦，背着各方面其实拢足简单，唔过要收甲有始有终困难呀，吼，所以就是爱达到始终如一啦，吼。好啦，安尼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何况呢，就咱报告到这，做些不足的，目前咱做水也下水量宽，吼、哦，啊，嘛请咱各位前人呢多多包涵，毕竟呢，互我搁学习当中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咱搁咱讲一届，后尾摆足重要，唔茫乌白请假，一定爱讲过来解啊，吼、哦，是足重要的一节课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最后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得无方便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